这有一个门儿，上面还有字儿呢，有五个字儿。化妆间。一个黄色的黄马褂吗？这个是放脚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还有一个什么呀？丰潭沅江酒，贵州茅台站。多少度的呢？53度，450毫升。哎，这里怎么还用到这玩意儿呢？有镊子，还有一个叉子。还有一个吹风机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衣柜呢。还有镜子，那边有一个袄，棉袄。这个化妆台还是挺大的啊，可以水洗啊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漏，不错啊。哦，这个瓷砖很大呀，长度怎么差不多得3米了？这个有效宽度的话也得在1米23，非常大。那里面有一个吸水池，没水了。哎，有声音呢。哎，还叫呢。地方又有一个门，这还有个灯呢。哎呀，这个灯上都是油啊，油乎乎的。康师傅茉莉花茶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炉子。哎呀，看这些，这里面都成了蜂窝状了。这个是小的，这个应该是某处一个关节啊。里边很多呀，里边非常多。哦，看今天晚上这个月亮，真圆啊，又大又亮。又圆，这个是绿油油的。